所以佛法听就是用心听，用真诚心听，用恭敬心听，会开悟。不能想，一想完了，落到意识里去了，落到阿赖耶去了，变成什么呢？变成知识，不是智慧。马明菩萨这三句话重要啊，言说相，名字相，心缘相，全都是手段，是方法，不是目的。你要到香港去，路边上给你插个指路牌，走的那个方向，那么讲，你把指路牌当作香港，我已经到了，香港就在此地。错了，香港距离这还很远。所以，开经记上愿解如来真实义，不容易啊！武则天写出这一句话，他自己没有做到。他自己也到地狱去受苦去了。他跟李世民、唐太宗前世的冤家了，这一生碰在一起，冤冤相报。冤冤相报的结果都落地狱了，你说有什么意思？所以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一定要化解，绝不可以结怨。结怨脱离不了的大轮回，你修行，冤家债主找你麻烦，缠住你，不让你修。不许你功夫得力。这个麻烦大了。冥冥当中有一股力量纠缠着你。你要怎么样化解？化解的原理就是放下。放下就化解了。你什么都不要了，什么都不需求了，你的冤亲债主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如果把自己的修行积功累德回向给他，这个怨就能化解。要真干呐，不真干不行呐。这一部经，《无量寿经》汇集本，
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。是我这一生当中60多年所读过的经本，我觉得这是第一部经，分量不多，圆满，具足含摄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经。宝中之宝啊，是法宝里面的无上法宝。人真能发现一门深入，十年熏修啊，他真成就了。啊，十年时间不长啊，真是一刹那就过了啊。为什么不做佛去？为什么在六道里头还搞恩恩怨怨，还干这些傻事？啊，学了这部经啊，不能不开悟啊！认真学习，决定